会群生，大道至简，原来如此。一，梦的启示，发人深省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海贤老和尚从虚空中向我飘来，越飘越近。老和尚满面笑容，手里拿着一个条幅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：大道至简，原来如此。我想问问老和尚，这八个大字是什么意思？可是还没等我问，海贤老和尚就和我融为一体了。我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，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梦，它在提示我们什么？因为我笨，很多东西没有悟出来，但从中还是受到了一点启示，我就把自己一点点感悟和大家交流分享，以期共勉。第一，海贤老和尚用他一生的行仪为我们印证了大道至简。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了92年，不换题目不拐弯，他成就了，他为我们印证了念佛是成佛的大道，而且是一生成佛的无比殊胜的大道。他用事实告诉我们，大道至简，成佛不难。他是把念佛成佛做出来给我们看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就拿出证据给你看，这是最具说服力的。老和尚是怎么成就的？念阿弥陀佛成就的。他老人家不识字，没有听过经，没有念过经，没有讲过经，也没有做过一次经忏佛事，他就是尊师教诲，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了92年。对这句佛号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，没有间断过，没有夹杂过。这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恐怕也堪称第一人了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真言宗的真言，这是如来第一大法。这句佛号总持一切佛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全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这句佛号总持一切法，84000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里，一法不漏。这句佛号总持一切经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都在这一句佛号里，三藏12部一部不漏。一句佛号是无量功德的结晶和精华，它是顶峰的顶尖。直持名号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释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就。什么叫表法？表法就是做样子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的就是大道至简，念佛成佛的法。
老人家用他一生的实践为我们印证了大道至简原来如此。小庙高僧有真道，92载念佛号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上品上升谁知道。海贤老和尚世人好榜样，一句阿弥陀回归极乐邦。第二，一经一注全是大道至简。这里的一经指的是无量寿经汇集本，这里的一注是指黄念祖老居士的净土大经科注。现在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大多是依这一经一注来修学的。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留下3藏12部，可以说是浩如烟海，芸芸众生有几个有龙树菩萨的本事，3个月时间读完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。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，一部净土大经科注，够了。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依照这一经一注一佛号一生修持不拐弯，你今生决定成佛，你拿到成佛的保证书了。一部经一部注一句佛号让你一生成佛，你说这是不是大道至简？这就告诉我们，越是大道越简单。一经一注一佛号，快速稳当成佛道，一生坚守不换题，西方极乐去报道。一部无量寿彰显般若光，依此来修行决定成大道。第三，祖师大德为我们印证大道至简。大家知道净土宗的13代祖师都是念佛成佛的，无一例外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建东林念佛堂，会下123人，个个念佛成佛。现在上净下空老法师推海贤老和尚为净宗14祖，老人家当之无愧，实至名归。我们净土宗14代祖师为我们共同印证大道至简，念佛成佛。历代祖师皆念佛，个个往生去极乐。大道至简师亲证，我们皆是受益者。第四，榜样为我们印证大道至简。先说远一点的，地贤老法师的弟子郭漏将，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他老老实实念了3年，成就了，站着走的，而且走后站了3天，等师父来给他办理后事。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师，法会期间预知时至往生极乐。宋朝迎科法师10年寿命不要了，
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前面我们提到的东林念佛堂123人个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除此之外净土往生路里还有许许多多实例。再说近一点的，我们身边的实际例子，我亲身经历的就有张荣臻、齐树杰、张福瑞、罗立秋、刘素清等，他们都是念佛成佛的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些念佛人他们往生都不是一个人去极乐世界的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和他们一起往生极乐了，可以说是度众无量。这条大道这么简单，这么易行，这么殊胜，我们何乐而不为之？大道至简，成就快，榜样就在你眼前。古往今来有实证，怎奈有眼看不见。第五，从戒律看大道至简。世尊入般涅盘前为我们说了四义法，世尊的最后一言是告诫弟子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戒是什么意思？很多人没有真正搞明白。死守戒，守死戒，其结果是死在戒条里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么戒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师父上人关于戒的解释最明白、最贴切、最易懂、最易行。师父上人说，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到生活就叫做戒。换句话说，守规矩就是守戒，守国家的规矩，守家庭的规矩，守公司的规矩，守佛门的规矩，守道场的规矩等等，你不犯规矩就是守戒。关于戒律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教所示现的总不外乎三福、三学、六度、六合、普贤十大愿王，这五个科目包括圆满的佛法，也包括圆满的戒律。不但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诲都离不开这个总的原则。如果我们一生谨守，绝不违犯，这就是持戒，这就是守戒。拿所有的戒条对照一下，没有一条不在这五个科目里。这五个科目统摄释迦牟尼佛说的三句境界，全包括在其中了。所以我们从佛门戒律里再一次印证了大道至简。三句境界世尊说，五个科目全包括，大道至简不繁杂，一一落实在生活。第六，从祖师大德开悟看大道至简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是个砍柴的樵夫，靠砍柴卖柴维持生活。他是怎样开悟的？他的成佛大道是什么？他是从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开悟的，这就是佛法。
这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成佛的大道。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写出了千古绝句的寄颂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这是自信的流露。心若无所住，妄心自不生。本具常寂光，自心是净土。再看慧明法师的开悟，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大师，怕有人不服伤害他，安排他连夜逃走。果然有人不服，去追赶慧能大师，欲夺回衣钵。追赶的人中就有慧明法师，他追上了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把衣钵放在路边石头上，自己藏了起来。慧明法师去拿衣钵，却拿不动。一个四品将军拿不动一个小包袱，他马上觉悟了，知道这是护法神在护持衣钵，知道这个衣钵传给慧能大师是天意。他就大叫：行者，行者，你出来，我是为求法而来的，我不是为衣钵而来的。能大师出来坐在石头上，慧明法师跪在大师面前向他求法，求能大师帮助他开悟。能大师教他：你定下来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把一切妄念杂念通通放下来。慧能大师一提醒，他马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清净平等觉现前了。他一下子觉醒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他开悟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真的万缘放下，一切念头不生，一念迷，念念迷，迷是凡夫，一念觉，念念觉，觉是佛。凡夫成佛就在一念间，这就是大道至简啊。凡夫成佛一念间，大道至简是真言。莫把成佛复杂化，放下便是做佛了。大彻大悟全靠放下，放不下是凡夫，放下就是佛菩萨。清净平等觉里无一物。二，大道至简，信则成就。念佛法门，简中之简；遇此法门，性中之性。净土念佛法门，是世尊悲悯末法众生特别开启的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叫做门于大道。我们之所以说念佛法门是简中之简，遇此法门是性中之性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。第一，净土念佛法门所修经典少，只有五经一论，而且在五经一论里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。现在大多选择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或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五经一论无高无低，选择哪种修学都好。第二，净土念佛法门信解行证通通具足，路已经铺好了，我们后来人
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成功了，一经一柱一佛号，问题就全解决了。第三，净土念佛法门最殊胜的地方是得阿弥陀佛加持，而且这个加持不是在你临命终时，临命终时当然加持，现在就得阿弥陀佛加持，时时处处都在加持，佛光时时照耀着你，这一点是其他法门所不具备的。第四，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人有一个护法团队护持你，这个护法团队是阿弥陀佛委派的，共25位菩萨，观音世智带队，队长是观世音菩萨。这25位护法菩萨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法自在菩萨、狮子吼菩萨、陀罗尼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宝藏菩萨、金藏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山海会菩萨、光明王菩萨、华严王菩萨、众宝王菩萨、月光王菩萨、日照王菩萨、三昧王菩萨、自在王菩萨、大自在王菩萨、白象王菩萨、大威德王菩萨、无边身菩萨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动乱的年代，能够遇到佛法，这是殊胜的缘分，能够遇到净土念佛法门更是无比殊胜的缘分。这个法门从慧远大师倡导至今已经1700多年了，依这个法门修行的人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，净土往生录里有记载的也很多。永明大师、善导大师、智者大师等等都归净土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。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和不可思议吗？我们不能麻木不仁，信受奉行这四个字要认真落实，要下真功夫，不能摆花架子，光说不干更是不行。信坚愿切，一生真干，真干还是假干，这是真学佛和假学佛的分水岭。真干真学佛，假干假学佛，首先要解决真信的问题。试想想，一个不真信佛的人怎么能真学真干？真信是这个法门的头一道难关，看看自己，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人，有几个人真信？信还要去搞别的法门，你信吗？信身体不好生病了，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还要埋怨佛菩萨不灵不保佑自己，没事儿时还能念几句阿弥陀佛干什么？求佛保佑，一遇到事儿就把阿弥陀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又去求神，又去求仙，又去抽签看相卜卦去了，这样的人叫什么信佛人？
真正信佛的人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真信。你就从这一点上去观察，真正信的有几个人，真正干的又有几个人。如果真的信佛，修净土法门的人就会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谁做到了？来佛三圣做到了，他们是真信、真干、真成就。他们真正成就的标准就是自在往生。今天最重要的是，好不容易遇到这个法门，决定不要错过这大好机缘。这个缘是成佛的缘呐，摆在我们面前最严峻的考验就是不要听信那些流言蜚语。这么多年，这些流言蜚语还少吗？对夏莲居老居士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的批评，对黄念祖老居士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的质疑，对上净下通老法师的排斥，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真是佛门的不幸和悲哀。可以说净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障碍，这个障碍使一些净宗学人走进了误区，遇到阴霾。怎样走出误区？怎样远离阴霾？最最重要的，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四依法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实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脱离这种负能量的影响，走出误区，远离阴霾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所成就。一切法的大总持法门，无过于无量寿，无过于一句阿弥陀佛。怎样去认识无量寿？怎样去认识阿弥陀佛？怎样去坚定愿心？这一部经，一部注，给我们最大的帮助，让我们在这部经、这部注里去认识诸法实相。唯有认识了诸法实相，你才能够真正放下，能够真正放下，你才能一心专念，才能得生净土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希望我们这一生是在娑婆世界的最后身，来生不在娑婆世界，来生在极乐世界。如果再来娑婆世界，那是成愿再来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念佛成佛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我们发心真干，肯定得到三宝的加持，得到龙天护法的护佑，我们可以具足阿罗汉的慧眼，具足菩萨的法眼，具足如来的佛眼，无眼圆明，看到的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诸法实相尽收眼底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无眼圆明，皆可证得。这个世界的人、事、物，能不管的尽量别管，万缘放下，抓住这句阿弥陀佛，分秒不舍。这就是来佛三圣给我们表的法，给我们做出念佛成佛的好样子。像他们那样念佛，才能自在往生。
一门精进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艺自见。我从2000年开始读诵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看师父上人讲解《无量寿经》光碟，到现在15个年头了。如果说我这15年学佛有了一点点进步，我得益于15年来没换题目、没拐弯，得益于一门精进、常识熏修。我是一个认准一条道一直跑到头的人，这可能既是我的短处，也是我的长处。说短处是固执己见，说长处是信心坚固。放弃佛法，去学那些五花八门的心法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千万记住，你所学的法，一定要与诸法实相相应。与诸法实相不相应的是邪法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经常换题目，经常拐弯，不但出不了六道，说不定不知不觉就拐到三恶道去了。现在有人传法，搞得很神秘，学法的人只能进不能出，所学内容不允许外传，外传就要受到惩罚。我们学佛念佛，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，都是公开透明的，没有秘密。那些遮遮掩掩的法，不知是什么法，千万要提高警觉呀。一门精进，常识熏修，这是祖祖想传下来的行之有效的总原则。读书千遍，七艺自见，这是修学佛法的方法。依照这个原则和方法修学，它的结果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如果我们懂得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的道理，就一定会遵循这一原则和方法修学的。一门精进，常识熏修，不单单指无量寿经而言，对其他法门的修学者也是适用的。不管修学哪个法门，选择哪部经典，都要一门精进，常识熏修，切忌学多学杂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不可以谤佛谤法谤僧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师父上人一贯的理念，50多年来一直在讲，究竟讲了多少遍，可以说是无数遍了。尽管说了这么多年，有多少人听了，有多少人信了，有多少人懂了，有多少人做了。现实生活中，你争我斗，自赞毁他，比比皆是，佛门内外皆是如此，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。不是有那样一首古诗吗？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是啊，我们本是同根生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体，为什么要相煎，还要煎得这么急？84000法门都是世尊传下来的，3藏12部都是世尊说的。你批评哪个法门，批评哪部经，
都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造的是阿鼻地狱的罪。有这样一句话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往里钻，这样的人是不是愚痴到了极处？你真是不下地狱不死心呐！可怜悯者，刚强难化，佛菩萨慈悲，不舍一人，再刚强难化也要化，化一个是一个，宁舍生命，不舍众生。如果我用我的生命能把你感化，我现在就把命给你，然后我回极乐世界等着你。当你成就的那一天，我一定和阿弥陀佛一起接你回家园。下面我想谈谈这样一个话题，有人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造了阿鼻地狱罪，该怎么办？真心忏悔，认真改过，自己救自己，菩萨会帮助你的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天亲菩萨的故事，净土五经一论中的往生论，就是天亲菩萨住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天亲菩萨是先学小乘，排斥大乘，反对大乘。他的大哥是无著菩萨，劝导他不要反对大乘。他觉悟了，后悔了。他说：“我过去毁谤大乘，我现在忏悔，把舌头割掉。”无著菩萨告诉他，你不必把舌头割掉，你用舌头毁谤大乘，你现在可以用舌头赞叹大乘。所以他以后一直到晚年完全赞叹大乘。小乘他造了500部论，大乘他也造了500部，所以被称作千部论师，普受大乘小乘的尊敬。往生论就是千部论其中的一论，完全是赞叹净土的，说出了极乐世界29种依正庄严，他往生极乐世界了。毁谤不要紧，能够回头，能够忏悔，会消你的罪业，不怕犯错，就怕不改错。毁谤了不回头不认错，是阿鼻地狱罪。因为你的毁谤障碍了许多人的法身慧命。每个人的根性不同，因缘不同，人各有缘吧。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修学佛法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事，别人无权干涉，更无权指手画脚说三道四，严重者甚至攻击谩骂，这就更大可不必了。别人修什么法门是别人的事，和你一点关系没有，你干嘛瞎操那么多心，费力不讨好？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往生大事吧，想想自己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有没有把握往生，这是大事，这是真事。要知道，断人法身慧命比杀人身命的罪还要重，事出世间法都是一个道理，不要学批评，更不能毁谤，要学赞叹，为众生做个好样子。师父上人告诉我，要给大家做个好样子。师父的教诲，我时时不敢忘怀，牢牢记在心中，并注意在生活中落实。
从2010年第一次见师父到现在，5年多时间里，我不敢忘记恩师的教诲，努力给大家做个好样子，但很多地方做得不够，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。今天我想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如何做好样子。第一，做感恩的好样子。记得师父上人在讲经过程中多次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球上都想有一个健康、幸福、快乐的人生，一定要处理好三个关系。一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二是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三是处理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三种关系？感恩是不可缺的，感恩的世界是祥和的世界，感恩的世界是和谐的世界，感恩的世界是没有灾难的世界。我们需要一个感恩的世界。感恩的世界从哪里来？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来。人人都有一颗感恩的美好心灵，这个世界必然是一个感恩的世界。生活在一个感恩的世界里该有多么美好，感恩从我做起。感恩是一种修行，真正懂得感恩的人，他的人生已经达到了最好的境界，在他的世界里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。对一个学佛人来说，早晨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就应当心生感恩。感恩又多一天念阿弥陀佛，感恩又多一天为众生服务。有了这样的境界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满了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事物。这时你会有一种感悟，哇，能够生活在这个感恩的世界里，我们的人生多么美好。我要从自己做起，为大家做一个感恩的好样子。第二，做一个与人和睦相处的好样子。现在世界这么乱，根本原因就是人和人不能很好的在一起相处。到处是竞争，到处是斗争，到处是战争。究其原因就是两个字，利益。一切为利益所驱动，没有亲情，没有友情，没有爱情，没有感情，人们都变得那么势利，那么冷血，叫人不寒而栗。与人和睦相处，从哪里下手？从自己下手。我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的。十几年前，我的家庭关系非常紧张，没有亲情，只有冷漠和抱怨。那时我不反省自己，觉得家里人都对不起我，觉得委屈。我这么苦苦地撑着这个家，拼死拼活的，连命都要搭上了，你们还这样对我，我心里极度不平衡。后来听师父讲经，听明白了，我认识到问题出在我这里，和别人没有关系。于是我决心用我的真诚心去感化家里的每一个人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功夫不负真心人，我的家庭关系改善了，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吧。这是对内，
我总结了一条，在家庭要讲伦理，不讲论理。对外，我遵照师父的教诲，不跟任何人事物对立。我遇事息事宁人，什么都不计较。要懂得宽恕，懂得包容，要谦虚，要礼让。与人相处，绝不指责别人，一定要守住这一点。不要结怨，要尽心尽力，暗中施恩于人，不求回报。这是师父上人对我们的教诲。我的那个四不原则非常管用，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那些反对我、排斥我、毁谤我的人，我尤其感恩他们。他们是我的善知识，是我的增上缘，他们帮助我克服共高我慢之心。另外，他们是本性本善的，我要原谅他们，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良心发现的。原谅别人，快乐自己，这是正能量。我要从自己做起，做一个传递正能量、与人和睦相处的好样子。第三，做至心一处、老实念佛的好样子。至心一处、老实念佛，是我们学佛人的本分，是我们的正业、主业。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，根本原因在哪里？一句话，生死心不切。人过了60岁以后，人生的冬天到了，快要走到尽头了，一时机缘苦万劫呀，还是这么忽忽悠悠的，这不行啊，一定要为来生做打算了。看破多少，放下多少，你的成就就有多少。一时人生万劫难复，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一口气上不来，你到哪里去？要快刀斩乱麻，彻底放下。60岁以后，直持名号求往生。我都70岁了，更应该直持名号求往生了。这句佛号万万不可丢失。看到我周围的人每天都在忙忙乎乎，在忙什么？在忙各种各样的应酬，我看着都替他们累得慌。我在这里奉劝各位，应酬要尽可能减少，非应酬不可的时间应尽量缩短，越短越好。整天泡在饭桌上吃啊喝呀说没完没了的，真苦啊，那是在浪费你的生命，那是在消耗你的慧命，同时也是在浪费别人的生命，消耗别人的慧命。我今年仍闭门谢课，除继续听经外，把重点转移到至心一处、老实念佛上来，坚守一门精进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，用我的实际行动给大家做一个至心一处、老实念佛的好样子。第四，做一个自在往生的好样子。我现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，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，到时候阿弥陀佛会通知我的。来佛三圣和刘素清老居士是我往生的榜样，我一定像他们一样自在往生。
最后供养通修三首偈颂：佛法大海信则入，智慧知性妙无穷。你若信佛真实语，老实念佛求净土。浊世恶苦人皆见，佛说此语三千年，谆谆告诫后来者，老实念佛回家转。种种诱惑是考验，法身慧命勿自断。一心念佛求净土，无牵无挂回家园。惭愧弟子刘素云顶礼。2015年4月14日。我们听了刘素云居士的报告，他说得很好，我们感触很深。确实如他所说的，学佛的人多，几个人成就了；念佛的人多，几个人往生了。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啊，他是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海贤老和尚。啊，从这个梦中啊，他有很深的感悟。我们来分享。学佛的同学，学佛是学觉悟，你觉悟了没有？最低的觉悟就要是知道生死是大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真的是从无量劫到今天，都在六道里头头出头没，干生死轮回的把戏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今天遇到佛法了，是不是觉悟了？没觉悟啊，不但世缘没放下了，不觉悟啊，佛缘也没放下。啊，这就是他所说的信心。我们遇到佛法了，遇到怎么样？不相信。还是自己主观观念在操作啊，主观观念操作什么呢？操作六道轮回。只是把世间法换成佛法。有没有换过来？没有啊。而是把佛法变成世间法。这就叫造孽呀！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？啊，这个分享是无尽的慈悲，
非常难得。啊，字字句句都提醒我们要真心。信什么？信佛的教诲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话没有别人告诉我们了，只有佛陀一个人。中国古圣先贤也讲，没有佛陀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说过，本心本善，还把它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，啊，三字经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这六个字说什么？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说的话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本来是佛，现在堕落在轮回里头。啊，儒的经没看懂，佛的经也没看懂，那多冤枉啊！啊，要怎样才看懂呢？要放下。放下就能看破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。啊，这个64年前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啊，就是张家大师。那一年我刚刚接触佛法，我的佛法是方东梅先生传给我的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入门的。啊，在这以前我们总认为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所以我们没有意愿去碰它。啊，寺庙虽然很多，都没有去过。啊，老师给我讲这一堂课，首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开场白很令人向往啊！啊，我非常用心认真学这门功课。啊，没多久我就认识张家大师，我向大师请教，我说佛法这么好，我明白了，佛门里面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快速契入境界？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等他的开始。啊，我们两个眼睛都聚精会神，看了半个多钟头。啊，大师开口了，说一个字：有。看我们等了半个钟头。
啊，等到一个有字，啊，我们精神就提起来了，有全欢喜啊。啊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这样我们又坐了七八分钟，给我讲了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大概在一起一个半小时间，说话不到二十句，都好像在禅定当中。啊，这种教学法没见过，第一次接触，很稀奇。十多年之后，我才完全明白了。很简单的，直截了当告诉我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看着我看半个钟点？然后我明白了。我们年轻呢，心浮气躁啊，心浮气躁不能学东西啊，听东西这耳朵进去那就出去了，没用啊。要怎样？要静心，要凝神，整个过程静下来，这才叫你东西，你才能够记住，你才能永远不忘记。这种教学法以后没有了。我要教人一句话，我要看他半个小时，他早就溜掉了。啊，所以方老师告诉我，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我完全明白了。不是先生不认真教我，学生不认真学，那不认真学，讲了没用吗？耳边风吗？啊！以后我在国际上弘法，参观不少大学，发现的问题比老师讲的更严重。啊，我承蒙学校也聘请我做教授，我也去客串了几堂课，实际情形完全了解了。啊，让我感到很忧虑，圣教如何沉船？这个大事啊，什么人能沉船？真诚心的人，恭敬心的人啊，真正能放下的人，他才能弃入啊。心不真诚，真诚就是菩提心啊，没有发菩提心啊。心是什么？心是妄念，妄念在佛法讲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妄心生烦恼，真心生智慧。真心就是一心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守住一个境界，佛门一般讲入定啊，定层次不同，
等级无量无边的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啊，佛传过来，他的方法戒定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。啊，定是定是真心，戒是帮助你从妄心回归到真心，真心生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是真心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外面来的我们都向外学，它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你得小定就生小智慧，得大定就大智慧。啊，回归到自性本定，那就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是圆满的智慧。圆满的智慧是相通的，啊，没有差别，叫佛佛道通。于是我们在念中国古书，就恍然大悟。啊，书上告诉我们，夫子说的，性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为什么？有没有创？没有，哪有创作的？没有创作的，创作的都有问题，没有创作。因为心是圆满智慧啊，你怎么创作？啊，你讲出来的东西是的，这世界上没人讲过，别的世界有人讲过，不是你发明的，不是你创造的。啊，哪些人讲过呢？诸佛如来讲过，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没讲，极乐世界弥陀经讲。阿弥陀佛讲过，啊，东方药师如来讲过，啊，无论你怎么讲的时候，叫佛佛道通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创造发明的时候与古人讲的相违背的，那都有问题。啊，你让他跟古人一对照一下，哎，没错，他来给我印证。证明我的悟处没错。这是佛法多妙，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啊，三教九流全接受了啊，啊，接受了是没错，要把自己的真心找回来，往后就这么一桩事情了。啊，所以不能跟人有抵触，不可以跟人有对立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。这一切是什么？法身。毗卢遮那，梵语。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中国人翻译叫遍一切处。一切处是空间。还有一个，遍一切事。时是时间，空间跟时间交错，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叫法身。啊，佛真的法身，他融入进去了。啊，这个法身在净土叫常寂光。啊，常是什么意思？常是真的，
不生不灭，叫常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，这个宇宙之间现象叫万法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有生有灭。有生有灭不是真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电视的画面，我常用这个比喻，这最方便，就在眼前。啊，电视打开，屏幕上的色相、音声是生灭法，啊，这个大家知道啊，啊，它生灭的频率很高，一秒钟100次，啊，它波动现象啊，一张一张的屏，一秒钟换100张了，张张不一样啊。啊，不变的是什么？不变是一屏幕，荧幕没变呢。啊，荧幕是真的，音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，这才叫看到诸法真相的。现在整个宇宙，啊，这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精神像念头的生命，啊，自然现象就像屏幕上的色相一样，啊，那还有个真的呢，真的就是法身，它永远不变，就是屏幕的字本身，它什么都没有，它永远不变。真跟妄真在哪里？真跟妄是一体，分不开。啊，但是它决定不一样，一个有生有灭，一个不生不灭。啊，那我们现实的环境，这物质现象、起心动念、念头的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它的生灭频率多高？弥勒菩萨跟我讲过。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一弹指32亿8000次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320兆。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，一秒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年轻人体力很好，可以弹7次。那在乘7，那就是2240兆一秒钟。一秒钟像换碟片一样，它已经换了2240兆张的底片呢，换片子，哪一个片子是你？所以佛告诉我们真相，无我啊，灭我了不可得啊，我是不生不灭的。屏幕生活，但是人人都把屏幕忘掉了，只是看到里面的现象啊，啊，色相音声，只是看这个，把底片屏幕给忘掉了，啊，屏幕在哪里？就在色相当中，啊，立了色相哪有屏幕？立了屏幕没有色相，一体呀。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大慈大悲就从这流出来的。大慈大悲是真爱，没有条件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
清净平等的真爱，遍满虚空法界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。啊，上面对诸佛菩萨，下面对地狱恶鬼畜生，平等的爱，没有一样不爱呀。啊，爱就要对那些还迷惑颠倒、没有回归自信的人，再帮助他。诸佛如来在十法界现身，就干这桩事情，把那些还没觉悟的帮助他觉悟，还没回头的帮助他回头。啊，他明白，他肯定承认这是事实真相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没有条件，同体大悲，大慈大悲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这大乘佛法啊，小乘是刚刚介入，还没有真的圆满啊，但是对于基本的身不是我，身见放下了，边见放下了，对边见就是对立啊，不会跟人对立，不会跟事对立，不会跟万物对立，小乘阿罗汉呢，也了不起 啊！三大类的烦恼，见思他断啊，也就执着，他不执着，他有分别，他还有起心动念啊。再向上提升，进入大乘，大乘没有分别了啊，有起心动念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再上上提升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圆圆满满回归到一体，性相一如啊，自他不二啊，啊，智慧是圆满。德能是圆满的，福报也是圆满的啊！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哪来的？心想生呢？有想就有宇宙啊！当念头都没有了，这宇宙就没有了啊！自己宇宙是没有的，融成一体了，叫常寂光。一片光明，光明遍照，无处不照，无时不照，时间空间没有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都是从念头生的啊！回归到常寂光，真的究竟圆满啊！这个时候什么地方有求，它就有感应啊，所以在常寂光里，并不是木头人，并不是一切都没有，不是众生有感，他有应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十法界的人是有时间有空间，佛与大菩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所以千处祈求千处应。我们起心动念知道啊，啊，这一点是江本博士的实验，谁知道不知，谁知道啊，所有一切未知物质乃至一粒微尘而肉眼看不见一个原子一个电子，他知不知道？他全知道啊！为什么？他宇宙是一体，无论哪个地方动一动全晓得，就像现在电网一样
啊，你们电脑写一下，电脑跟这个比太幼稚了。啊，科学这个发现呢，对我们学佛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疑问。啊，佛经上讲的不思议的境界，现在被科学证明。啊，我越我们对佛法信心越来越真了。啊，知道佛的用意。知道佛教导我们的是绝对正确啊，那么这个里面刘素云居士说了很多，我告诉他修行重要的原则啊，这都是古人说的，疏而不作，没法子做，夜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你要想开悟，你要想往生，你要想做佛，你走这条路绝对正确。啊，靠两门三门不行的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需不要搞什么大型活动？不需要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这是近代的祖师，是教现代人的。啊，他怎么教我们？教我们同修在一起学佛的人，不要超过20个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能个个都照顾到。啊，所以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往年在台中打，他只打过2次精进夫妻。啊，人数呢不超过10个人。超过10个人老师的精神照顾不住啊，这佛期当中每一个同修的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啊，高明的他的境界都知道啊，这怎能为出其死啊，啊如果不清楚的话，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不能打啊，万一他着魔了你怎么办啊，李老师在台中过去打了2次，每一次都有一个着魔了。他要恢复，他要用至少10个月的时间帮助他恢复正常。啊，李老师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。所以以后不敢再打。他把这个话告诉我，叫我要记住，决定不要搞这个。啊，理上讲得通，事实上现在人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他怎么能定得下来？啊，齐天齐地守住这句佛号了，还不容易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想到，波州三昧是90天。更难了啊！学佛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讲得很清楚，你学什么？求什么？经题上讲的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就求这三桩事情。这三桩事情就是三个学位，清净心是阿罗汉啊，不受外面环境染污了，
知道那什么那是假的，不相干。啊，虽然心清净的，它还有分别。啊，所以更再高一层就是平等心，不但没有染污，就是不受外面干扰，它平等，它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就不平等，没有分别才平等，不分别是菩萨了，不受染污是阿罗汉，往上再提升是法身菩萨，看融入法身是吧？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，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，只有不执着，还有起心动念有分别，阿罗汉。佛门的三个学位呀，阿罗汉是最低的，像现在学校学士啊，第二个平等硕士，第三个啊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博士。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，我们认识清楚，人人都可以拿到啊，不是说哪些人拿到了，不是的，人人都可以拿到，而且是你本来有的，你只要放下，放下执着证阿罗汉，放下分别证得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啊，万法的真相是自性变现，见性之后什么都清楚了，什么都明白了啊，所以让我们真正对于古人讲的啊，孔夫子在世的就提倡述而不足，幸而好古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不是清净平等就说不出来啊，他怎么说出这个话来啊？所以我当年就跟向老师请教啊，我说孔子孟子这神仙是不是佛菩萨来到中国来化身啊，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。对呀，啊，佛菩萨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什么法度脱泥，他就说什么法。所以法没有定法，相没有定相。啊，我们今天这十几年来在世界上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啊，一切宗教的神明是一个，就是自信嘛啊，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各个不同族群里面所实现的不是一个形象，其实全是自信变现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切啊！所以我们到基督教堂十字架我们也磕头顶礼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释迦牟尼佛在那边实现的，是那种身份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他们基督徒看到我们对他们的神这样尊敬，他们欢喜啊！啊，我们晓得真相，他不知道啊！
啊，所以我们用真心，他对我们还有分别，我们对他没有分别。啊，今天世界这么乱，问题这么多，啊，汤恩比说了，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。群书之要代表了，大乘佛法无量寿经汇集本代表了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了。啊，所以刘素云这一篇文章大家要认真的多读几遍啊，至少10遍不能缺啊，你才能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在哪里，性愿行都不足，这就是他说的这假学佛，这不是真的啊，这个光碟我送给他，他看了好几百遍，一天有时候看10遍啊，至少不少过5遍。我对他们的要求是每天看3遍，念一万声佛号，看上1年，你就明白了，你心就定下来。你才能切入境界啊，这个世界万缘放下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直在世做榜样给我们看，做绝了，佛一生没道场他过游牧生活，哪个地方有缘到哪里去，30岁开悟就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讲经教学49年了。啊，他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？讲经教学，留下这些经论。啊，给我们了。啊，那么在中国翻译都是汉字文言文翻的，是最浅显的文言文。啊，在文学史里头称作变文，变化的变，变文，也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的白话文。啊，它能够传世。我们现在能看得懂啊，在文字上，比如儒家的经典浅，文字浅很多，容易看啊，没有它那么深啊，便于流通，是慈悲也啊，希望我们好好学海贤和尚，学印光大师啊，大道至简，原来如此，记住这一句话啊，不要把佛法复杂化了，尤其是现在的人心浮气躁，越容易他能接受，他能成就，只要持之有恒啊，就怕改变，今天想学这个，明天想学那个，就完了，就非常可惜。啊，到你50岁以后，就非常困难了。啊，但是净宗殊胜，啊，最后一天
很能帮助你。啊，这一次我今天早晨看了谢宗父亲往生，最好的榜样，真的是大道至简，越来如此。因为他父亲只念佛两小时，他没有念过佛。啊，这个儿子孝顺呢，办道德讲堂，今年第四年，道德讲堂成就2000多万人。啊，恶人变成善人，贪官变成廉洁，这个功德很大。啊，这个功德他父亲有份了，他儿子干的，就是回向给他父亲啊，他父亲就有福报了。所以最后两个小时，他劝他爸爸念佛，他爸爸不反对了，点头接受了，跟他念两个小时，往生多么殊胜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外面办活动，也要很细心的去思考，语言去不去做，语言不去做决定不能做。啊，财力物力人力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，都要负因果责任呢。如果影响是负面的，那是三恶道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我始终这一生遵守印祖的教诲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弟子。年轻的时候，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，绝对不会走错路。啊，我感恩老师一生一教奉行，一生没有见道场。这一点很重要。释迦牟尼佛没见道场，见道场不讲，你要管人管事管钱，你要分心，那就要问往生会不会有把握，靠不住，真的靠不住。啊，谢总的父亲往生走了，我们看到了他儿子这个3年半班教学救了20000多人，你有没有这功德？你没有这功德就不能学他。有这么大的功德可以啊，所以人最重要的老实，老实人有成就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来佛寺的小庙只有2-3个人。闭关共修的时候也不过是4个人。啊，自己修行成功了，往生的影响多大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的影响
我想不止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。啊，所以这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他自己说了，我将来往生了，灵魂成佛了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啊，是他说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活在世间何必要出名？出名麻烦啊，出名日子不好过。啊，应酬太多，你的精神能量都糟蹋掉了，你不能用功，不能专注。啊，所以古人教人，一个人一生通一不精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他心定的，他不散乱。啊，其他的其他博学他就能广通，那一经通一切经通，通一切经，他为什么不讲一切经，给后人做好榜样？啊，不是他不愿意讲，啊，希望年轻人不要一开端就广学多闻，那就错了。那么扎根，根扎根就是一部经，一个法门。你才会有成就啊，根越深越好。为什么？能达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这些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那我这个地方有一位同修，云南鸡足山大石窟报恩寺啊，寺中弟子，他们办这个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，就是我们这个班，第一届结束了，5月6号圆满啊。就是来自全国还有很多学员，65个人啊。他们希望再办第二届，大概一届是一年，很好啊，这个班我们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啊，在一起念佛，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所学的所修的心得感想啊，跟同学们互相勉励是好事情啊，应该要做下去啊。这个研学很多同学都给我表达非常欢喜啊，我们也一直往下深入啊，听经这是广学，我们研讨是深入啊，经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，怎样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待人接物，这叫真修啊。那么这种落实最重要的，不能离开看破放下。看破是真搞明白了，放下不放在心上，就叫放下啊。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。心干干净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不起心不动念难啊。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来成就，不要劣等，先修清净心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
就是清净。啊，逆境里头不生嗔恚，顺境里头不起贪念，啊，心要平，啊，不受外面干扰，这就是你有一点定功了，啊，定功就自在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对自己修行有很大帮助。啊，我们下面还有一篇治疗法师的，这一篇我们留着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学习。啊，他这一篇也很长，也是帮助我们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些用功的人都是难得，啊，目标方向都非常正确，啊，他年轻人告诉我，在印光法师文钞下了不少功夫。这个基础好，啊，希望他，我只是我希望他截取文钞里面的开始做无量寿经的补充，啊，无量寿经注解的补充，啊，完全是从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揭露的，这很有意思，啊，非常有意义，啊，也是印光法师给我们证明汇集本是真经，有这个意思里头，啊，可以做这功夫。啊，希望他能在一两年的时间把它完成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